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。今天我们来玩这一款游戏，叫做《饥饿杀世界》哦，就是你们到底有没有玩过《大鱼吃小鱼》哦？就大概是这种游戏的概念吧。总而言之呢，老头没有玩过，那在这个因缘际会之下呢，逛这个 PS4 啊，就是 PlayStation 它里面的这个商店呢，看到这款游戏。然后呢，感觉好像玩起来应该是蛮爽快的吧。好啦，总之废话不多说，我们来玩看看就是了，好不好？哦，刚开始呢，哦，我们这边可以选择鲨鱼，好酷哦，鼠鲨是怎样？哦，后面的鲨鱼都不能解，这还有剧情模式哦。哎，啊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草裙，穿上草裙大喊欢迎来鲨鱼，额外分数增加。哇，那我们现在只能用这一只鼠鲨。我们还可以选择部位哦，啊，装备一下，额外分数增加好了。哇，这样装上去了，啊，还蛮够追的哈。然后这怎么玩？游玩，整体旋转，然后是什么任务？学会如何当只鲨鱼。好，不管了，直接开始了。我们现在扮演我们的鼠鲨 ，Let's go！ 爆发按 R2， 哦 ，L2 是咬住。地图是三角形，鲨鱼攻击按住框框，按住叉叉是爆发。爆发有两种欸，欸，所以说我可以用框框跟叉叉就好了，我可以不用按到什么 R2 跟 L2 啊。啊，这个游戏好像感觉蛮简单的欸，并没有很难的感觉。哇，从我上面跳下来了，哎呦，哦，开始了，开始了。嗯，四处移动，现在新手教学。好，看到了。按叉叉，按住就可以冲刺。好，看到了，那个爆发值会扣，就是我们的那个耐力值。四处游走，吃掉普通的鱼。有有有，我在吃了，好吃好吃。啊，好家，这些鱼都是我的蛋白质。乘二这样分数吗？接近大猎物，按住框框就可以。人类是人？哎，为什么这个人长这样子啊？哎，他咬我，他咬我，咬死你！差一点点，再来，咬死你！哎呦，吃掉了。按下三角形任务，学会如何当一只鲨鱼。每只鲨鱼都有十项鲨鱼任务，卷动右边清单能看完每一个任务在哪里。哦，完成任务经验值可以获得一些饰品哦，这边有写，感觉不错啊。了解。刚刚为什么那个人类长那个样子啊？冲刺并摧毁特定障碍物，哪里啊？比如说这里吗？嗯，在哪里啊？这里是这里吗？欸，可以哦，爆发了！你已经学会当一只饥饿的鲨鱼了，再吃更多，给我更多！啊，嗯，哎呦哎呦哎呦，互咬是吧？嗯，可细啊！你看到鼠鲨的威力吗？哇，我扣血了！你以为只有你会咬我尾巴吗？我的咬我尾巴，洗呢？嫩阿龟成为我的粮食吧，阿龟。哦，螃蟹，螃蟹，大鱼吃小鱼，哇，这样吃起来好爽哦。这个好像感觉没有时间限制的样子哎。Oh my gosh！ 咬咬咬咬！哎，为什么？这只可以咬吗？需要更大的鲨鱼，我没办法咬它、啊。哦。那我现在知道怎么玩，不是啊？我现在这样子的意思是什么？我应该总得要有任务吧？这种东西啊，被炸了！原来这是炸弹哦。所以说没有，这需要更大的鲨鱼才能撞。哦，我会饿死是不是？哦，我的生命正在倒扣啊！我知道我生命正在倒扣，我的生命正在倒扣啊！我死了。哦，这样就死掉了，所以说我要拼速度。哦，我终于知道怎么玩了，我懂了，我懂了。有有有，获得一个，哦，快要获得400的那个箱子了。那么我现在有1142块钱。哦，那我这个钱之后呢，我能干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好，我们看一下。鼠鲨通过相关任务就能解开。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再去玩这个
哦，应该可以选别张地图了吧？不行，需要更多经验值。啊，所以说我们还要再持续的这个玩这个关卡，让分数更高，找到五块化石来解开大青鲨化石哦，好吧，我们试试看可不可以找到化石好了。我来啦，继续哈。哦哦哇，我飞起来了，咬人，咬人，吃人吃人。哎呦，die！卖照卖照，你是我的。尬掉啊！我们赶快去找一下化石。虽然我不知道化石长什么样子，啊，我们速度要快一点。啊，咱们要快一点，这样才可以解出大青鲨。那是念青鲨吗？没关系，我们尽量游深一点。啊，还好，我们现在就是尽量边走边吃。啊，我们可以回复一下我们的生命值，获得最高分。哎、欸，它下面还有个金币冲刺，是什么意思啊？不是很懂。哎、欸，那是化石吗？啊，是哎、欸，是是哎、欸，耶耶耶，我们还捡到一个了。哇、哦，看更深哦，又一个又一个，哇，金币冲刺，那边过不去啊，那边我过不去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哎、欸，这有什么？没关系，先吃再说。那什么东西？我吃到一个奇怪的东西，吃好吃满啊，吃的很爽。这个坟墓是谁啊？这谁的坟墓啊？感觉好像是向谁致敬的那种感觉，感觉啦。哦，吃掉了，直接裂开这样子。OK， 现在可以看吗？可以看。我们还差两个青鲨的化石，就可以用大青鲨了。快点，我们快点。哎呦，地雷，开个宝箱先。完了完了，我快要没有那个了，啊！我被炸死啦！啊，你唔汤哦！完了，没有找到，完了，大失败。哎、欸、呀、啊，这样子的话会不会累加、啊？那个化石会不会累加、啊？600块，生命消耗降低1%，买了。怎么说？当然买啊！而且我好像没装、欸，有没有装？哦哟，装备了。继续，哦，有啦，他有累加那个青鲨的那个化石，剩两个，太棒了！继续来啦，这次一定要再找到另外两个化石。不管，哇、哦，这个慢动作很酷哎、欸！我们die，我们赶快往下冲。我觉得这个化石应该会在右边，极有可能。趁我们现在生命还很高啊，血还很多的时候，怎么办？吃到一个了，需要更大的鲨鱼，还差一个，还差一个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英文字是什么东西啊 ？C？ 哎、欸，为什么这个鲨鱼的颜色怪怪的啊？是破图吗？还是怎样？哎、欸，别走，别走，你是我的。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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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被吃掉了。我刚刚在那边挂掉嘛，对不对？我小心一点。太好了，哦，有了，耶、yeah, ！我们解开了，太棒了！等一下可以用那只来玩看看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快多吃一点，多吃一点，多赚一点分数。那只，一只给我，哦，咬到了，哦呦，差点被炸到，哦，一呆，痛啊！多吃多吃一点，多吃一点，撞得开吗？这边撞不开，到后面要用别只鲨鱼才有办法过到后面的啦。需要更大的鲨鱼才可以吃水母。完了，我要死了 ！Oh no！ 软掉了，结果我没有拿开到这个宝箱。耶、yeah! 哦！喂，怎么原来这么扁一只哦？扁扁的。那可以给他装这个吗？哎、欸，可以耶、欸！而且他这都有写数值哎、欸，咬力34，这一只哎、欸、41，为什么？哦，因为这等级比较高啦。OK， 那这样子的话，再给他装这个，太棒了！还有什么可以装？没有了，我们用这只打看看好了。我们奖励就先不看了，那个大青鲨的任务我就先不看了。
好不好？这只应该可以把那个墙壁上的那个大骨头给撞爆哦，因为他说需要体型更大的鲨鱼。我来啦！哦，妖兽！哎，别跑！咬死你！哎，刚才是跑掉是不是？别挣扎了！呵呵，笑死！好，何家。好，我们去看看，把下面那个大骨头给撞爆！快吃，快吃！好吃，好吃！冲啊！就这里了，是不是这边？哎，不行，还是需要更大的鲨鱼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到时候想办法来解锁别的鱼。撞不掉啊！啊！哎，他拿刀会不会插我啊？应该是不会吧？那鲨鱼咬鲨鱼，好吃好吃。我只要咬三下、哦，我咬合力还不太够啊！啊，痛！生命奖励提高。哇塞，直接碎爆！抱歉了，冲太快了，这个大炸弹伤害真的很高。好吧，那我们今天差不多先到这里结束哦。那这款游戏个人是觉得不错啦，啊，不知道各位喜不喜欢哦。如果喜欢这部影片呢，记得这个左下角一个订阅，右下角一个喜欢，或是把你的影片分享出去，让更多亲朋好友观看。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集有机会继续我们的饥饿杀世界，我们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